我是 Serena。 各种机缘巧合，故事会伊始我便参与其中。我们的故事会从疫情刚开始的周一至周五天天有，再到顺应形势的网课增多下周末时光，又到后疫情时期的每周五相聚。近百期故事会，近30位主讲人义务为小朋友们讲述了近200个中英法文故事。与此同时，小朋友们也参与了多种多样的会后活动。做的这一切呀，都只愿我们论坛这小小的爱心能为宝贝们童年的记忆留下一抹美好色彩。大家好，我是蒙城教育成长论坛1001夜故事会的乐乐阿姨。 Hello， 大家好，我是 Elena 阿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 Helen 阿姨。大家好，我是贝贝阿姨。 Hello， 大家好，我是故事会的小主讲人一晴姐姐。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能跟大家在故事会里相遇了。我觉得这次的故事会不仅仅是一个平台让我们给小朋友们讲故事，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更加的了解我们的文化以及增长一些小知识。而且在这里呢，还要感谢为我们做出贡献的叔叔阿姨，谢谢你们为我们营造了这么好的可爱的故事会的氛围，谢谢你们，很期待与你们下一次的相遇。非常开心能够和小朋友们一起共度美好的故事时光，那也期待未来有机会与小朋友们再次相聚在故事会。很开心能够有这次机会讲故事，分享故事给小朋友们听，也很感谢小朋友们这100期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陪伴。很高兴今年有机会在故事会里给大家讲故事，希望我讲的这些故事能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带去一份欢乐。论坛的多位组织者们牺牲他们的业余时间给大家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小朋友们可以每周聚会听故事、做手工、表演节目，让小朋友们每周都有一个盼望，欢快地度过不平凡的这一年。是他们的付出和坚持使得这个故事会越办越好。感谢这一年来小朋友们的陪伴与参与，我们相识在2020年，愿我们继续相约在2021年。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祝愿蒙城成长论坛1001夜故事会越来越好，陪伴孩子们的快乐童年。在这里，贝贝阿姨也祝愿小朋友们和你的家人新年快乐，圣诞快乐。希望1001夜的故事会能够带给小朋友们更多的幸福快乐和成长感悟，让我们大家一起加油。2020年就要过去了，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你们的家人、你们的朋友都能够健康平安快乐。让我们在2021年再见。我们2020年的故事会就到此结束了，我们完结撒花。愿蒙城教育成长论坛1001夜故事会长长久久地陪伴着大家。崭新的2021，我们再见。故事会的小听众们也为我们带来了才艺表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吧。Thank you.
山川，想去海边看海鸥。不管风雨有多少，有你就足够。喜欢看你的嘴角，喜欢看你的眉梢。白云挂在那蓝天，像你的微笑。你笑起来真好看，在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是光美的小花卷。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的吹散。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都是光明的小花卷。Voilà la maison brûlée, c'est pas moi qui l'ai brûlée, c'est la cuisinière, c'est pas moi qui l'ai brûlée, c'est le cuisinier. 把我当回弗吉尼故乡。Que si tu es là, ce n'est pas juste pour mes jolis yeux. Dis-moi qu'au-delà de ça, il y a d'autres raisons qui te rendent heureux. Dis-moi si tu aimes bien nos paresses et nos matins d'amoureux. Dis-moi que c'est un début, mais que tu vois déjà la suite à deux.Que je suis la seule que tu n'aies jamais autant désirée. Je n'ai pas de rendez-vous, plus de rancard que j'ai envie d'accepte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Nous souhaitons un joyeux Noël. Nous souhaitons un joyeux Noël.圣诞快乐，新年快乐，耶！